好，我是吴铁，今天520来给你们玩一下约会模拟器。首先选择一个约会的对象，哎，这手咋不好使呢？拍手，选择一个约会的对象，这个小黄毛肯定是不行的。下一位，这个小光头也不行。下一位，这个也不行，太俗了。下一位，这个我喜欢，去了可以的。我就喜欢他吃巧克力，咬到自己手指头的样子，就他了。给了我3个选项，分别是邀请约会、聊天、继续寻找。那么肯定是选邀请约会呀，别忘了今天可是520呀。邀请约会，我能和你约会吗？他的回复是棒极了，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呢。就他了，来吧，我们选择一个高档的餐厅开始约会。哇哦，好黑啊！哇哦，关灯可能都看不见你哦。第一个任务，他让我帮他把蜡烛点上。他讨厌火柴，这个简单呢，哥专业点蜡烛30年，看好。给你聊聊胡子。行了，不闹了，先把蜡烛点燃。点燃蜡烛，烘托下气氛。蜡烛丢了，他要喝红酒，先把杯子扔下去。杯子扔下去，来个新杯子。哎，好，拿红酒。这手有点不好使，哎，手有点不好使。好，倒红酒，满上。倒完红酒了，他需要给他的薯条加点盐，这个还不简单吗？我先给你加点黑胡椒，黑胡椒跟盐巴一起上啊。那先来盐巴吧。我齁死你！再来点黑胡椒。哎呀，盐巴已经给你撒完了，妹子，我再送你一朵小花花，咱就别在这磨叽了，快点跟我走吧，妹子，快收下我的花花了，妹子，妹子，你倒是收我的花呀，妹子，你在那旮瘩瞅啥呀？难道姐跟我不够帅吗？哎，你咋还急眼了呢？咋回事啊？说好的跟我回家的呢？哈哈哈哈。